尽在运通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非常感谢所有朋友利用周一到周日每个中午的12点到12点半收看我们台股七十二变这个节目单元。然后呢，我大概用一分钟好不好？稍微提一下哈，这一档股票2002，我不推荐你买股票哈，这个股票叫中钢哦。我大概用一分钟，很快速，因为时间不够。那么呢，我会在今天下午2点半到3点的索马影音，还有一个我有一个网络的节目叫做8分钟看台股。那么呢，在今天礼拜一7月24号，来各位看一下报价哈。来画面，这个哈，哎，看这张图的话哈，这一张图哈，好，各位一定告诉我这是什么东西呢？好，这个是道琼哈。那么道琼呢，针对钢铁从2011年哦，到现在2017年，那么钢铁的一个即时价格，好，最主要就在从2006年到目前为止，那么钢价呢涨了大概80%以上，然后我们去发现，同时去比对中钢的盘价，中钢的盘价呢这一次的一个反转上扬，就报价的盘价哈，我不是讲股价哈。大概上调了将近50%，也就是说落差还有差不多30%，所以可预期的中钢在接下来，它针对国内的钢品也好，它的报价它会调升啊，钢价一点没掉，因为国际报价已经涨了80%，这波起背下，所以可预期的哦，国内的钢铁价格，那么会做一个上调，那么上调呢，对相关的钢铁业者。我们预期呢，获利会增加，获利增加呢，股价呢就可以乐观做看待，好 ，OK 吧？所以所有的会员哦，你可以看哦，每天的研究报告，不管是上个礼拜的，我向你做了简报了，那包括今天我们在下午的节目里面会去做提到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股票的部分我们稍待再帮各位做说明。那么回过头来，我们先看哦，台北股市，台北股市到底该怎么做观察？来哦，加权股价指数目前报在10432点，对不对？好，阿妹那款，阿妹那款，我尴尬，再怎么看也看不出个结果出来，好不好？你说为什么？我举一个真实的案例哈，来各位看这里好了。我尴尬了哈，阿兰看这部就是讲啊，对你自己有帮助，对不对？我讲你也爱听，啊，对你自己哈，你心情可以得到稳定。那你的判断可以正确，那你才看节目嘛，啊，不然看你要干什么？阿里亚门我讲台北股市，其实这是标准讲法，标准讲法就是这样子哈。我很快速跟各位做说明。首先呢，我们说利用量价结构去观察台北股市今天接下来主要的结构哈，主要的结构，第一个就把开盘之后最主要的交易量把它标示出来，好，一个就看着它早上的9:09，你可以写下来啊。高点控高分，当时加权股价指数报价叫10416，对不对？那六下节10416嘛。然后呢，你会告诉我，那加权指数现在在10424.32嘛，这40嘛。好，但是你有一个叫416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，好，再来，听看着它哈、哦，在早上的9:09，接下来呢，好，再把最大交易量把它标示出来，叫10436，我们对吧？好，是不是一个底436？然后现在在434嘛，啊会过吗？不知道会不会过嘛？啊，你就自己看嘛，你问我，我就跟你说，啊你就自己看嘛。啊你我自己看，我不知道。啊你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说，啊不然再来要怎样？不然，啊又再来要怎样？我一个建议啦齁。不管是在金融市场，那么各位你用任何方式齁，我们来看，我们来猜一件事好不好？你干嘛郑和较厉害，还是哥伦布较厉害？我小米又开始在欧北讲啊，就那中到12点，你跟我讲郑和跟哥伦布要创什么？好，来各位看这里哈，来看，我干嘛看这个重要？来把这一块放大就好，这一块，你一定告诉我。啊，当乌手手，不然，再这一整块。啊，当这乌手手，你当时要给我看什么？来，第一个，过去这几千年来，我不管是哥伦布啦，还是郑和啦，我问你嘛，你说郑和出使南洋，哎、欸，人家啊，郑和是走到非洲呢，
过俩几架长颈鹿登来呢，这是真实的、啊。他去，他有回来呢。你是讲出去都还没人登来呢？那请问过去这几千年来看着他，每个人晚上吼、哦、出海啊，他都安尼乌飕飕啦，乌飕飕啦。啊，他就看这个东西，就其他就不用看了，啊、他就天下无敌了。爱对塞糟糕，非糟糕，糟糕等来。你讲啊，我这厉害，对啊，这个叫什么？来，让给你看一摆。这叫做什么？啊，你说我知道了，大熊星座、小熊星座，这北斗七星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来，所以呢，我们算哈、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所以呢，这个叫北斗七星啊，北斗七星。好，那么请问，航海者看这个北斗七星要干什么？你看着这张图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第一个东西南北在哪里？第二个春夏秋冬现在到底是什么季节？就是说，你只要仰头看星空，你怎样呗，你就能确定目前呢是春天、夏天、秋天还是冬天，并且你可以很清楚判定你接下来要走的方向。我看一摆哈，这个叫北斗七星。也就是所谓的宇宙无疆，斗柄指航，什么意思？你怎么去判定方向？不然你怎么回来？你出去你不要回来啊！跟你今天在投资股票、操作机手都一样，你要有你的斗柄。好，这张图一看你就知道，知道什么？好，我把它标示清楚一点哦。来，这个叫北斗七星，对不对？一粒、两粒、三粒、四粒、五粒、六粒、七粒。用小耳鸣，你就唔搞报标股，搞讲机手安怎做？我讲完你就样走啊？啊，这北斗星，你看着它就知道，现在保这个、哦、保证是夏天的天空，夏天保证的，只要长这个样子，就一定是夏天。那么呢，北方在哪里？北方在这里。啊，这里、个、呢，这是西，嘛，这是东啊，西方，这是东边啊，这是南方。你说为什么？一样哈、哦，各位请看哦，一个航海者、哦。那古代哦，也没有卫星导航系统，对不对？也没有手机可以打，那他怎么办呢？好，如果说他只要仰望星空，那看，如果这个斗柄，这个斗柄哦，他看这个柄哦，这个柄如果是往下的，代表怎么样？代表这个方向，这个方向是南呐、啊，这边是南，这是南边，啊，看这个柄啊，柄的方向去确定，你要往东、往西、往南、往北。斗柄南指，就是说，因为这个方向是南，对不对？那只要是往南指，代表这个季节叫做夏天。所以不管是春夏秋冬，那么你可以利用仰望星空就可以做判定。好，关键在于来各看几摆。那么金融市场，你怎么去判定你的斗柄？所以呢，一个建议哈、哦，第一个，我们任何人，包括我。一万个萧佑明都没有办法去左右大盘的涨跌，我不怕多啦。我希望它涨，我讲了个半天它也不会涨。我希望它跌，我再怎么说这里会跌，它往上嘎空，对不对？我们无法没有能力去左右大盘的涨跌，但是你要去改变你绩效的高跟低嘛。关键在于那这个绩效高低那是要怎么来。所以我的做法，过去这一年了。您看这个节目，我跟你讲的、就是，我打工都是当冲，然后呢搭配 PSI， 我都是按那走的话，按那走目标是什么？目标一个月一定爱敢赢四百点。这是礼拜不是今天了哈，这是六日，礼拜六、礼拜天哈，就是在过去这两天，我们在节目上跟各位报告了我的目标，我每个月一定要四百点。那各位一定告诉我，啊，四百点当时要哪来？好来。6月30到7月13、哦、这张图在上个礼拜大家看过，我敢每一天，我讲是每一笔哦，你把手机点出来、哦、包括今天，包括今天、哦、你把你的手机点出来、哦、你手机点出来一定是长成这样，每一笔哦，不能多一笔少一笔，不能自己在那边作弊，那个就叫诈术啦，错的都删掉，只讲对的，那种叫做让人家生气。来拉近，今仔日无唔对吧？啊，这面顶是涨嘛？这面顶是唔是涨？对不对？加权指数1041会做多嘛？啊，我这不然
这个是上个礼拜五。啊，这有多少啦？啊，什么10416？啊，10416是在10411的上面还是下面？下面啊，下面几点？下面五点啊。啊，下面五点在对是伫遮。啊，敢会输？敢有可能会输？无啦，敢有可能会输？敢有可能会输？我哪会知影？我爱叫救起来要安怎？我救起来不要甲放空嘛。8:49，没有错吧？8:49，所以我讲一摆吼，各位你看吼，我发简讯，哦，我要打字吼，我们的手指头这大粒，你知影未？啊，唔爱用这大大的手机，我来坚持啊，哈。10286，对不对？啊，就设停损就好了。然后现在报价10286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清代班的，这是全体会员，这是全体会员，这是你清代的。10286，摸唔对吧？啊，都313啊，安尼未赢，安尼未赢，安尼未赢。啊，空单，安尼袂赢，啊无安怎做安怎赢？6月30日、3日、4日、5日、6日、7日、10日，礼拜二、礼拜三、礼拜四，14日、17日、18日、19日、20日，20日请拜喜，21日礼拜五，今日请拜一，好，各家。赢24抓，我想讲平均20点，啊，逐天是不是安尼？你看一摆，啊，是不是安尼？每天当冲搭配 PSY 哪里不对？啊，不是怎么做怎么赢，不啦，啊，有赢就有赢，无赢就无赢嘛。赢24抓，输4抓，24抓叫480点，输4趟，一趟输25点，停损25点。有的不到25，就10点，我都算你25。好，480减100也有380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这样也没有400点啊。你按内地公你400达阵，那你是400，但是安怎达阵？每个月哦，我想跟你讲是达高个哦，达高个你一笔有法度赢1400点，一靠达高个上少会使赢100万利啊。啊，你讲小有名，啊来个这唔叫300倍。啊，你要改变你的绩效啊！问题是绩效怎么改？这是咪十九、20、21，无唔对吧？你看我袂用电脑，啊，你就免电脑，你把你的手摕出来，你就把你的手摕出来，来看我的手。然后呢，我一再吼点出来吼，啊，你把你用你用那些手机要对不？拿你自己的手机。不用去买，谁叫你去买手机？你就手拿出来，一只手把你的手机拿出来，对不对？啊，另外一只手存出来，存几债？你买存股债，你存股债要怎？啊，股债是咩啊？点几债？啊，两只手，啊，一只倒手，把手机啊摕出来，正手存出来，啊，存几债？哎、啊，会晓未？好来，一样哈、哦，我几债哦，我无变魔术哦，啊，几债你想该点落去？咱是咪一个叫做 Google Play 叫 Play 商店，啊，你该试落去。对不对 ？Play 商店骑楼去，奇妙怪物医院、美人鱼公主会对传说黑麦店，那是游戏。缅甸 Google Play 有无？哇，你几赞？几赞？啊，甲骑楼去，骑楼去，然后你甲拍二，拍三二就买下，叫做肖佑明，有无？啊，你甲点落去，安尼会晓未？点落去了解 PSY 奇迹标股肖佑明，有无？那你就手，你就点它，然后呢，它就会进去了，然后呢，你就给它开启、安装、下载，安尼安尼会晓没？但是你要给我这个动作，你要打电话给我们服务人员，你要申购，你要照着做，那照着做呢？好，来看着我的手，啊，若做不赢，我哪有法度？啊，若有法度做到天下无敌，你感觉要安怎？不啦，若有法度天下无敌，你觉得该怎么办？我都不爱跟你讲废话。我就想无，安怎做安怎赢，啊唔做啊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啊，手伸出来，卖存股债，你存股债要创啊？存股债敢都会较厉害？
啊，你就伸出来，啊，就把你的手指头不小心拿出来，啊，就碰它 ，PSY 给碰起，啊，就天下无敌啊！啊，那安尼个做美啊，我唔知要安怎，好来，手伸出来，放大，我一个一个点给你看哈，所有的商品，给你打遍天下无敌手，啊，无大件嘛是要安怎，手。叫一个黄金嘛，有嘛？有一个金融嘛？有金融指数无啦？有电子无啦？有什么华邦电、鸿海、台积电、乱七八糟有无？有啊！好，来放大、放大、放大，咻咻咻！黄金加起嘞，放掉黄金。国际商品，麻烦你看日线商品，爱怎么跳出来？啊，看到底下，好，起来了，掉掉掉掉掉，安尼做袂赢。你用小米大这洗面那走，你怎么问我呢？你问我，我要去问谁？不，你问我，我当洗面，你安怎走安怎样？你我今麦国际盘24小时，那你起今麦起的攻下面，所有的商品价格，你如果可以在最低点做买进，想关掉个半空，啊，你做完就卖走啊！你有需要24小时停底下咧看报价吗？啊！你要把你的气物冲出来，啊！你可袂样？黄金甲气咧放掉，我不管你是金银铜铁锡，对不？什么白金、什么金，拢赶快，这个叫负五十，上面叫正五十，负五十要站在多方，负五十爱甲买，你都买伫1200控告。我说全中华、全世界，你这本你买伫上低点，啊！你自己拿出来看，来你自己看。啊，那个做美呀，我能讲什么？好，来，点离开哈。手手手，一掌，唔好存五掌，一掌。台股诶，零八甲崩呢，放掉对不对？好，指数看几分呢？商品看日线，股票看30分，股票看30分，指数看5分，点落去。你跟我讲啊，中华民国想做赢你啊？不啦，假使做多半空啦，你用小二米，啊，只当然爱做多啊，啊，只为什么爱做多？哦，莫怪透早，一开盘3分钟你就叫我爱进场，10286，哦，你自己看嘛，啊，这个是什么东东啦？啊，安尼袂赢，啊，无是要安怎才会赢？400安尼有达阵无？无啦，今天已经7月31号，今天不是呢，今天7月24号呢。你到7月20号，正负每一笔哦，我现在讲的是每一笔哦，每一笔，你把你的交割单拿出来。你说肖佑明这笔空单我无做，那你对不起我，你对不起我，因为你这笔无做，你这笔都无做，啊，这笔也无做，这笔嘛无做，啊，你就妈无这么是参加什么意思？你讲我较早参加安怎参加安怎输啊？对，我现在跟你讲的，你眼睛看到的是每一笔从6月，你把你自己的交割单、交易记录，搭配你每天收到的每一通简讯，全部去对，安尼 OK 呗？我刚问你吼，今仔7月24有400点无？我跟你讲是一口的，啊，这个月还没结束，是不是已经400？怎么会没有？怎么有可能没有？来，有啊无啊？你今仔若不是伫遮做多，若不是伫遮放空，老够另外一笔。我停止业务执行，我阁赔你。全体会员，当冲就一个点位搭配 PSY， 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不是 PSY 吗？这个 PSY 是不是在-50？然后呢，我是不是就发简讯给你了？对不对？好，全体会员，对不对？包括赖清代会员，我分别发给你。再来，接起名10324，你是来到这里才空吗？不是，你是不是一开盘
你就知道今天要空10324，然后一开盘你就知道10286来搞买，啊，搞买完了伊就开始起，起到10324对不对？啊，你就搞半空，啊，半空伊就掉下来，啊，掉下来我发简讯给你，你就搞获利平仓，啊，这抓啊就起起哩，啊，这抓就落落去，你讲哇，安尼一天起，安尼已经，安尼将近半点钟已经赢82点啊，我算你20-20，安尼。安尼这笔有赢无？安尼这笔有赢无？你每一笔平均啊，赢拢算20吧，输25啦。啊，你这个月甲单敢无4-8点，超过啊，超过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好，把你的手拿出来。因为从今天开始，好不好？各位亲爱的，不管什么商品，你自己一目了然。因为下面斗柄指行啊。你的斗柄告诉你-50，不管什么商品，你要站在多方；正50呢，那就要站在你得来保守啊，你要站在空方。哎 ，OK 呗，就照着做。好，至于啊，所有的成员哦，如果您要申办，我们的 PSY 系统手机版本的哦，不用买手机，没过买手机，用你自己的手机哈，来，你就拿你自己的手机。那稍待，欢迎各位打个电话给我们服务人员。那么呢，不是索取啦。那你要办好手续，那我就会带你做。那所有的系统，包括个股操作、标股，它会帮你筛选多跟空，指数怎么做评价，那通通一目了然。那么2分钟后，看这里。啊，如果做不赢，我无法度啊。看哦，看。一，看哦。二，我有慢动作哈、哦。一，二，这是日 K 线图。二，这是到礼拜五收盘，今天是礼拜一。一，二，三，请问有唔对无？再看一摆。啊，佫永远学不会，我真唔知道要如何是好了。一、二、三，请问你现在眼睛看到的有没有哪里是不对的？没有嘛，对不对？四，看有无？肖永明看无？啊，四啦，看无？那五肯定就看不懂。五看不懂，那六呢就乱猜。啊，六乱猜呢，七呢那就准备大赔。啊，七大赔呢，八呢完全不知道。台北股市又再来是被起被落，然后呢就学人家半空，然后就从9000点一路被嘎到今天。看得懂的，我跟你讲，你已经赢，唔知赢几千点啊！啊，你再看看慢动作，你最少不知道赢几千点的。啊，这偌济啦？安尼未赢？啊，这顶礼拜我无跟你讲。啊、今天最低不是10406，啊，这多少？这410，啊，你问我，我要问谁？啊，这个多少？这是什么10283？啊，10283，我们买在哪里？是不是买在10289？那为什么会10289这里要买？啊，为什么10410要买？啊，为什么10081要买？啊，为什么9840要买？为什么9223爱半康？欢迎各位稍待，可以跟我们服务员做个联系。那感谢大家，谢谢，拜拜。地震了，怎么办？一趴下，二掩护，三稳住，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变通，肯定会变通。棒棒棒，一棒再棒，棒棒接强棒。强棒进全股，制动优化，避开风险，掌握盘中波动，让您今天的股票变更大。02-2578-3000，2578-3000。
投资获利双指标，固德投顾，您信赖的好伙伴。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，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。固德投顾用心照顾您的财富，期货股票双证照，期股双赢一把照。固德投顾就是 good。 02-2578-3000 2578-3000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 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，用偏红的二号粉底遮掩泛黄的肤色，用黑色的发油隐藏异常的落发，用意志力和营养品弥补过于疲累的身体。与其注重外表，更要看重内在的健康。政府提供健康检查补助，好好保护真正的自己。国民健康署真心提醒。各位朋友大家午安，老一样，那非常感谢大家在这里呢，也欢迎各位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操作。那我们新版本的手机行动版本 APP 那么正式那么确定完成，那也欢迎各位那么可以下载，那么申购我们使用我们的一个手机版本，感谢大家，谢谢你，拜拜。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订阅运通财经台，任何时间任何地点，一机在手，走到哪看到哪。 YouTube 24小时线上直播最及时，分析师精准盘势解析，随选随看真方便。 YouTube 运通财经台频道，随时随地和您 online 在一起。变变变变通，肯定会成功。棒棒棒，一棒再一棒，棒棒接强棒，强棒陷阱选股，自动优化避开风险，掌握盘中波动，让您今天的股票变更棒。02-2578-3000 2578-3000。投资获利双指标，固德投顾，您信赖的好伙伴。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，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。固德投顾用心照顾您的财富，期货股票双证照，期股双赢一把照。固德投顾就是 good。 02-2578-3000 2578-3000。有安全的家画好啦，还不行哎，要投保住宅地震险哦。啊，那是什么？因为我们住的地方常常会有地震。地震好可怕，那我的房子该怎么办？别怕，投保住宅地震险就有基本保障了。要记住哦，有投保的房子若在地震后全损，就要马上跟保险公司报案申请理赔哦。